来了，林娜。哎，大哥，没事，人已经好了。徐师长，孩子一定还在城里。 让他等着去。哎，哇，这海棠花都送来了，恐怕这日本人想听的不是木柯寨，而是梅龙镇吧？有功夫在这儿甩闲话，不如去后厨看看我的婴儿好了没？我这唱了一天，嗓子疼。 德令，来来来，我与你插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抓贼啊！抓贼啊！哎，抓贼啊！抓！哎，真的。 住手！哦，师傅，要大家到街上去。这里是戏班子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师傅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偷了我们的馒头。这位前辈，我兄弟二人落难至此，盘缠被偷，初次下策，实属无奈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大恩大德，荣当厚报。小兔崽子，看什么看？ 秦风，不过就几个馒头而已嘛，啊！哎呀，这位小兄弟啊，刚才我这徒弟多有得罪，老夫这里给你赔礼了。既然都是苦命人，落难在此，不如就留下来吧。啊，不可不可，本来就是我们有错在先，哪里敢当赔礼二字？ 我这弟弟呢，生下来就哑，性子又倔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就别再推辞了，大人饿个一两顿没事，这小孩儿怎么受得了啊？啊！哦，
对了，还未请教前辈尊姓大名。江湖上都称呼我一声三爷。三爷。啊。你看看，这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，还未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啊。啊，不敢当，在下贺启元。哦，这是我弟弟雅娃。来，雅娃，见过三爷。来，见过三爷。哎，啊，二宝啊，过来啊，赶紧带他俩去厨房，让他俩把肚子给吃饱。哎，啊，好，那就谢过三爷了。哎呀，快去吃吧，啊，快去吧，去吧，走吧，啊。